件事情都扣在韵律上面。其实打篮球的时候是一定有一个 beat，它跟身体的律动跟你的心跳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其实某种程度街舞的 beat,hip-hop 的 beat 非常类似。其实现在的潮流文化跟街头文化，觉得都是因为社群媒体让它的扩散力可以变得跟今天这样那么快。Converse Con 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这些潮流人士的购物圣地。Pharrell Williams 有Kobe Bryant 又到场，那 Virgil Abloh 所有的这些运动品牌也好，潮牌也好，他们会在这一天展出所有最新的东西，真的是最难买跟最值钱的东西都在这一天你可以买得到手。从嘻哈、街舞、涂鸦这种把次文化变成是主流的，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台面上呈现，已经是一个非常表象的东西了。All night we be grooving, did you pump that beat? All night we be grooving, did you pump that beat? All night we be grooving, did you pump that beat? 嘻哈对我来讲就是音乐跟穿着，然后涂鸦其实它这边变得偏向视觉跟生活上环境上的艺术，那篮球它比较偏向就是年轻人很想要做的运动，所以这三件事情是完全不相抵触的，反而可以结合，它可以发生在一个街头篮球场上，所有一件事情全部融合在里面。1, 2, 3, 4我们都在街上，然后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Pass 篮球啊，利用篮球本身的技巧，搭配音乐的节拍以及肢体的舞感所呈现的表演艺术。篮球打下去的时候也有节奏，当当当，走在里面，还有整个那个欢呼沸腾的那种感觉。嘻哈的歌词它就是唱出来，你听的会让人很觉得很振奋的。你想怎么样表达？它可以透过你的技巧，或者是你今天的穿着，你依照你的心情，你可以去搭配你的球。平常我做涂鸦创作的时候，我会穿的球鞋，哪一双鞋陪你去哪，上面沾到什么颜料，其实都会记得。我认为它应该就是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生活的风格。刺青其实就像是一个变成穿搭的一部分，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小，它被散播得很快，加上一些明星喜欢秀刺青，会带动整个变成一个主流。其实在设计的过程，每个东西都有一个 black box 黑箱，一个艺术家在想出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很难真的去解释他怎么把这个韵律或者把这个线条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黑箱的创作其实更来自它原始的这个原动力。未来的趋势肯定一定要走向 universal value， 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大家是有个 universal value 会继续的追从好的。那 style 的部分才是我们在讲的未来的趋势，是 black box， 除了这些基础的 universal value 要解决， additional to that 要更接近我们所谓的 health，要帮助你能够运动更有效率，更不容易受伤，或者你受伤了穿着这个鞋子，它也许还能辅助你，帮助你快速的回复你的受伤的肌腱。